大家好，这是一棵野烟树，就是抽烟的烟啊。然后呢，它是在这个奥克兰地区非常常见的一种杂草啊。这个就是入侵植物啊，就是它结了果、啊，那个种子会到处飞啊，到处飞，然后飘的你花园就到处都是，到处长啊。我相信大家都看过，都见过。它的这个特点呢，就是你把它摘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叶子啊，闻一闻，你会有闻到那个臭的那种烟草的味儿。这算是，这个危害比较大的一种入侵植物啊。所以说，大家见到它呢，你闻它的味儿，很容易鉴别它来啊。然后大家要把它清掉啊。如果它结了果呢，要把它果啊放到塑料袋里面，扎好口扔了，不然它会到处飘，不要到处乱扔。